服务员啊！哎，先生怎么了？打包。你都吃这么干净了，还打包呀？没事，我家里还有狗呢。哦，拿着点塑料袋给狗打包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，你看你这人品。哥，啊，我用手抓吃啊。你稍等一下。五号桌消费一块。哎哎哎！你快讲，你长什么长啊？有药去了。哈哈哈哈！您好，有什么需要？我冒昧的问一下啊，咱们这里有没有喂餐服务？啊？喂餐服务就是喂我吃饭。喂餐服务？对。没有卫生服务。我长这么帅都没有卫生服务？没有。你确定没有？没有。好，那你能不能给我上套餐具？你好哥，烧饼给人上错了，都给人上了一份。啊，没事，这我没动，拿走吧。那不行哥，你也得掏两份钱。凭啥呀？同样的烧饼我吃我自己这份，我那份干啥花钱啊？哥，你吃的就是我上错那一份。二哥，你们今晚买下单吗？你们消费爱白路。要得要得，今晚全场我买单。What？ 一共可能要七八天呢。没有得事嘛，来刷卡。那我给可以点两个菜带回家。啊！啊你莫搞笑了，我们公司机场你带回家。服务员。来喽，欢迎光临小吃摊，你要吃啥？你有鸡蛋吗？有。鸭蛋呢？有。鹅蛋呢？有。好嘞，那你把鸡蛋、鸭蛋、鹅蛋跟一块给我串一盘吧。好嘞。你说这个他骂人呢？不好意思，大哥，哄我哄我。我来个甲鱼，弄个啤酒。二号桌那个混蛋不要了，就来个万把甲的啤酒。哎呦，大美女，哎，你好。我老丈人说你很漂亮，我想要你的电话。我想要你的电话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下回上回难在这，下回不方便。自嘲。了耶，这服务员不赖。你有对象吗？大哥，你有想法吗？确实有想法。大哥，你有房吗？现在就这么现实吗？没房不能结婚吗？那咱都是兄弟的动物，你指的就是结婚，你不打我带下来啊？哎呦我的妈！现在您点的酸菜鱼，不好意思吃啊？不好吧？我们今天是我们不能吃客人的东西。不用担心，明天我就收拾你。买了辆车，试完我进去试试。啊，这么会飞吗？周末就和我回家见父母，下个月人就结婚。啊，可是我觉得……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好的，等你。我说我试一下钱，那你进去。呀，欢迎光临，请慢走。欢迎光临，请慢走。光临，慢走。光临，慢走。光临，慢走。光，慢。饭吗？你会说话吗？给我来碗拉面。您要大份吗？加一元配可乐，您配吗？我不配。来，刚拉的，趁热。哎呦我的妈！给我打包，我没心情吃了。好的，您装什么呀？先生一路走好。服务员过来。怎么了？你这啥鸡翅啊？这么硬，那我都咬不动。去把你老板叫来。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咋的呀？那你都咬不动，他能咬动吗？他都83了，你可别闹。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好美女，给我来碗炒面。炒面？嗯。请问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啥？你是打包还是带走？你说啥？你他妈聋了？我问你打包还是带走？不是咋的？你们饭店不让在这吃啊？有人。不好意思，一共消费58。啊，
先生，一共消费58。结果婚了。来，我来。服务员，你给我过来。嗯，你好，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点的是清汤锅，为什么给我上个鸳鸯锅？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点的明明是盘装的，为什么要给我上串串？还有就是蘸水，我上个厕所回来给我加这么多辣椒，想辣死我吗？我点的明明是柠檬水，为什么给我上白开水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，美女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说？最可气的是，你还给我安排两个帅哥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瞧不起谁？美女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坐错桌了吧？你的桌子在那边。啊！哦，不好意思。服务员，结账。您好，一共310。310？啊，310。我吃这么点玩意儿，310啊？不是，我们这有海鲜自助，酒水什么的都是免费的。那我也没吃没喝呀。那你吃没吃？我没有提供啊。那行，我知道了。算上你刚才亲我那一口，我给你转过去80。哎，不是，我什么时候亲你了？我什么时候亲你了？你亲不亲是你的事儿，我有提供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服务员，先生你好，还是和上次一样要刚拉的大份吗？你怎么老是这样说话啊？不好意思先生，那今天还是吃刚拉的吗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你们这里除了刚拉的、昨天拉的、前天拉的还有什么？啊，先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里有老板拉的，还有老板娘拉的。这年轻人，老板，请问你们开什么车？奔驰。宝马。马自达的。兰博基尼。劳斯莱斯呀，法拉利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楼下几台电动车被拖走了。来个公鸡炖母鸡，鸡爪子炖鸡蛋，大米饭。来一人点菜，接着玩儿啊，兄弟。你干啥你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？过来，你也是，点个菜，玩什么手机啊？出去，吓我一跳。打鱼汤吗？有啊，来一条。好嘞，二号说来个王八，还需要点什么？快点两瓶。行，稍等啊。哎，服务员。你好，美女，怎么了？不是，你们家的王八怎么全是汤？不是，王八不就是喝汤的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王八汤有营养啊。行，打包走。好嘞，二号这个王八汤。先生，米饭您要软一点还是硬一点？嗯，那米饭还分软硬吗？对呀。那给我来一份软一点的吧。好嘞。六号桌客人要吃软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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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好，您的软饭。多少钱？10块。都是老顾客，能不能优惠点？8块给你吧。好，给。收你10块。好，还有你2块。老板人真漂亮，祝你生意兴隆。美女，这是我的大果子，大娘今天吃什么？给我铁粉助教1米8米的拉菲。这是不是在我们店不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我一直都能用的。给我快点饭菜，我饿了。那我去找我姐。我太难了。哎呀，刚才那个客人，哦，要个客人他好凶啊！他说这个要点菜，这怎么办？他点的啥？他点了生煎猪脚跟红酒。哦，行，我去处理他。叮叮叮，你好，美女，这是你点的生煎猪脚啊，还有红酒，慢用啊。这能吃吗？可不能吃了，我一直都是光想过。你别动。好的。不给了是吧？啊，多少钱？介绍黄连秀，脚鱼，还有平平啊的，你还不跟我还一个？哎，老板，我记得你这里可以送货上门吧？对啊，包安装。包安装？有吗？嗯。
哎呦我的妈！多少钱？9.3。给你15块钱，不用找了，我随便拿个水果，好吧？我随便拿一个。那这这个可以吗？哎，那个干吧，我找你钱吧。啊？这可以吧？这个都可以吧？这个一比多，呀，没有都找你一块钱来。大家大骨头尝尝呗，咱大骨头老好吃了，你来尝尝吧。尝尝，咱大骨头老好吃了，真的。真的老好吃。你就尝尝吧，大哥，你就去尝尝咱大骨头。你别笑，好吃吧？你去不去的？尝完绝对不后悔，你去尝尝吧，大哥。啊，你就去尝尝呗，哥，咱家大骨头。老好吃了，你去尝尝呗，咱家大骨头可好吃了。大哥，你就去尝尝咱家大骨头呗，老好吃了。哎呦，我这么急，我睡觉了。你就去尝尝吧。明天就行吗？明天呢？啊，肯定能来呀。指定去。那行，那明天来，我等你啊。啊，一定要来啊。赶紧去，赶紧。那我先分手吧。渣男。等一下，把我这么远东西还给我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送我老年机，拿去吧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落落的眼泪跟残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我们菜单您看一下，您需要什么？啊，好。我们这边的特色是不用给我推销，别推销。那您需不需要什么饮品？还有那个不用介绍，不用介绍啊，你就给我来一个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